欢迎每天又收看这一集节目，我是 Angela。 今天 Angela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，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回台湾，都一定不能不去买东西的量贩店 Costco， 台湾叫做好事多。分享一下呢，哪些东西是你和我们一样每次都会去买的，还有呢就是台湾有啊，美国的 Costco 好事多没有啊，不是美国的 Costco 没有，或者是美国的 Costco 有卖，台湾的好事多没有卖的。还有呢就是哪些好东西一定要跟好朋友分享的 item。 这个主题 Angela 分成好几个影片陆续播放，你一定要记得回来把每个影片都看完哦。那现在我们要进入这一集的内容了，请看意大利来的面细，面细意大利面，这个好滑的来哦，八包八小袋，然后又是有机的，没有吃完就会买的。我给你有机的 spaghetti， 就是有机的意大利面，这个也是 made in Italy 的，意大利制造的。然后呢，还有八包装9.99，这个真的很 good deal， 很划算的。你看，这个一包，这个是比较细的。早餐了。椰子水呢，对身体好处多多，除了能清凉降火以外，还可以缓解压力，帮助减重，延缓老化，护发护肤，是我们家常备的饮料。何况这还是有机椰子水。这是 Costco 在美国这里卖的有机松子，一袋1.5磅装的，大约680公克，卖$22.99，相当于新台币600多元，算起来应该是比起一般零售店还是便宜很多的。那这个是10条包装的kitchen towel， 就是厨房用的毛巾。 OK， 它10条装11.99，纯棉的，真的非常好用。OK， 你看它是有10条，真的很多，划得来，纯棉的，很好用。这个有4条是这样子的，很漂亮，这个是一组的4个装的一个陶瓷的碗，生碗煮的餐具。OK， 我现在来开箱。这些年开始越来越流行这种不是传统圆形的碗盘。我喜欢这个碗是因为它很深，不管是装沙拉或者盛汤盛菜都很好用又好看，质感也很好，厚重细腻，价格也很实惠。12.99的便装，平常休闲的时候穿一下，我觉得这个实在是真的很便宜，然后非常的casual来穿的话，就休闲在家还蛮好的。这个是棉的，外面是棉绒的，然后里头是仿羊绒的一件便衣，像小夹克一样的，它是扣子的，在家居呀，然后早晚啊，走路散步啊，可以穿一下的，像这个初秋的时候穿一下的。然后我一想给妈妈买一件，妈怎么样，不错吧，妈妈喜欢吗？等一下我穿给大家看一看。Lunch， 我们买完的东西现在3:30，然后在这个 Costco 里面就直接吃点东西。3.99的那个 Chicken Caesar Salad， 然后跟那个 Beef Hot Dog，
热狗、鸡肉沙拉，然后还有附